This is Keely. This is Keely. This is Keely. Just come and say this. Oh my God. Just now come to say this is killing people. Say the Sweden police.中国驻瑞典使馆多次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截至目前并未得到反馈。我驻瑞典使馆发言人就此事表示谈话。瑞典警方粗暴对待在斯德哥尔摩的三名中国游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慨，对瑞典警察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已先后在斯德哥尔摩和北京向瑞典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强调瑞典警察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中国公民在瑞典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权，要求瑞典政府立即对事件进行彻查，及时回应当时中国公民提出的严惩、道歉和赔偿等要求。使馆对瑞方并未主动就此事向中方反馈深表不解，希望瑞方依法办事，并再次督促瑞方立即采取行动，切实保障在瑞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截至目前，我们联系上了事发酒店和斯德哥尔摩警方，酒店方面对此事未作回应，让我们联系瑞典警方，而警方表示案件已经结束，并且过去两周，同时以本人不在场、周末不办公等理由回绝了我的提问，态度消极。